伪装生存，一行化身动物暗中帮助表妹生存，并打败冰冷之魔不被发现，就能获得1000迷你币奖励。哇，这天大的馅饼居然掉我这来了，不就是让表妹生存成功吗？相信都不需要我出手，小表妹自个儿都能够成功的完成生存挑战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出发。正好小表妹已经准备好开始生存了，看我变个狐狸先观察的小表妹。真是朗朗乾坤风和日丽的一天，新版本已经更新了，那我就浅浅的生存一遍，看看都有啥新变化吧。哇塞，看着柠檬块和黄铜块外观更生动更写实了呀，不过这柠檬块乍一看咋这么像钻石呢？不是，这小表妹你别光顾着欣赏啊，看来我得给她来一下，让她知道该生存了才行。哎呦，这哪来的狐狸，差点忘了我还在生存呢。本小姐不和你一般见识，再下矿去。听说新版本地下矿洞也有变化，我正好下去一探究竟。可算想起正事了，这次我变成蝙蝠也一起下去，在小小的矿洞里挖呀挖呀挖，在大大的世界里种呀种泥巴。哎呦，这挖矿可真累人，挖半天都没见着一块钛合金。算了算了，咱们不如去羽蛇神庙白嫖得了，先在这打个盹。不是吧，人家是半途而废，小表妹你这是一开始就摆烂呐、啊！我的妈呀，这样子我的1000迷你币岂不是泡汤了？看来是得我出马才行。 Later， 这个臭表妹害我狗带了好几次才弄出了这把钛合金镐，不过为了那1000迷你币，我暂时先忍你一手。嗯，怎么身边掉落了一把钛合金镐？嗯，我的天啊，难道这就是我的运气吗？这指定是某个玩家遗落的。想不到我小表妹运气这么好，这下有了钛合金镐就不用继续待在矿洞了。咱们上去找虚空使徒要创造晶体，再去魔野星收集物金打造能量剑去。你可拉倒吧，你的运气还不是你表姐我累死会后给你整出来的。哎呦，希望这下小表妹可别再给我捅什么娄子呀。嗨，虚空使徒，把你身上的创造晶体借我用用呗。小表妹，就你一个人也敢来啊？你也不看看现在是啥版本就敢欺负我，看我不叫上百来个弟兄揍扁你。我的妈呀，我差点忘了现在是虚空版本，这下这么多怪物我是要栽在这里了呀。我就知道这虚空使徒不好对付，看我化身握握兽帮助小表妹化险为夷。别怕，我来了。嗯，怎么这握握兽还能帮助玩家对抗野人？不过正好可以帮我拖延一会儿时间，这创造晶体我就不要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不是啊，小表妹你是真跑呀。哎，不可以。哎，别，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以后小表妹生存一定要提防他，随时随地卖队友。奥利给！看来最后还是得靠我才行呢。有了冰山能量剑，小表妹打败冰与巨魔，闭着眼睛都能打败，这下肯定万无一失了吧？小表妹有我这个表姐，真是她的福气。跑得我都累了。我收集了些蜂蜜和银浆，就制作个巧克力快尝尝。这次就变成了鸽子，给小表妹一个从天而降的惊喜吧。No God, please no, no！ 什么？小表妹放岩浆去了干什么呀？嘿，巧克力快制作成功，踩上去瞧瞧。哇塞，果然品质不错。嗯，我怎么感觉附近有种莫名的杀意？好好好，这1000迷你币我不要了，我今天就要小表妹的命。哎呦，这鸽子怎么还会攻击人啊？奇怪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